呢，今天宣布加入七名新的成员，这七名新血呢，都是分别在日前通过乐天女孩的选拔赛脱颖而出。而今天另外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，就是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要来到乐天女孩了，大家呢也都相当期待她的加入。人气成员林湘呢，她就透露非常期待能够在球场上跟对方碰面。她说有韩国的女成员，很多人都担心人气会不会受威胁。我只是觉得不会，而且我刚加入啦啦队的时候就有追踪他，就知道他是那种啦啦队，韩国啦啦队，他是天花板。那我也蛮期待可以跟他当同事，可以学习他的舞蹈能力。对。那你觉得你赢过他的地方在哪？中文比较好吧？对，中文。对，还有正能量，对，正能量量。会有一点点小差。我觉得不会耶，对，就是跟自己比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今天也宣布是由懒懒连续三年担任队长，他说很期待接下来带领整个团队走向国际化，也相当期待能够跟李多惠来交流。而 Yuri 呢也说准备带李多惠去吃麻辣锅，对方还夸赞他的靓丽外形，让他直呼真的是心花开。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的连线消息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